奇幻森林是一部富有想象力和冒险精神的家庭电影，故事主要围绕着一位名叫Grace的少女和一位神秘的男子，他们在探索神秘的森林时发现了令人惊奇的事情。这部电影有着瑰丽的视觉效果，令人震撼的场景设计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效，这些元素让观众可以感受到独特的魔法和奇幻感，而故事情节也不输精彩。主角Grace的角色很有个性和韧性，他勇敢地探索着神秘的森林，并与男子一起经历了很多危险和难关。此外，奇幻森林也有着动人的故事情节，包括对自然生态的关注、对家庭的爱和对人性的反思，这些元素让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冒险电影，更是一部有思考深度的电影。总的来说，这部电影深受家庭观众的喜爱，不仅是因为其精彩的冒险情节和瑰丽的视觉效果，还因为它传达一种深深的情感和思想。如果你喜欢冒险和奇幻的故事，那么这部电影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